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Red， 非常感谢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，我们又回来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啦。那上一集我们与八戒回到了花果山，经历这一切拿到了五样根器，而这最后一样就在花果山的老猴子手上。似乎是这张我们就要把大圣灵物给集齐，天庭派出了天兵天将来到这花果山，想阻挠我们继续前进，甚至先前遇到的亡灵官也再次出现，见到他八戒一股火上来，指着他就骂，想起被带走的四妹，我手中的棍棒忍不住就砸了过去。亡灵官张开翅膀，伸爪将我们抓上空中，而我们也顺势爬上他的后背，扣住他不知道是脖子还是手腕的位置紧勒，只听见骨头撕裂的声音后就摔了下去。这时在远处的筋斗云察觉到我们身上的根气，飞快地冲过来接住我们，虽然是第一次腾云，但却又有那么点熟悉。我们便搭着筋斗云在这花果山四处查探，才知道原来大圣的披挂皆化成灵兽分散在这山中，与八戒就这样一件一件将他们收复回来。回到水帘洞后，那传说中的大圣神兵如意金箍棒就这么矗立在眼前。八戒一见到那熟悉的美猴王位，就开始学习记忆中那猴子坐在这位置上说话的神态，随后自己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在他心中可能还是非常想念那一同西行的大师兄吧。那收拾好情绪，八戒要我们试试有没有办法用上这神兵。只见他逐渐缩小，当我们握住他时，一阵地动山摇，仿佛正抵抗着我们的力量。最终或许是认可我们的实力，又或许是察觉到我们身上的大圣根气，这金箍棒总算顺利拔起，穿起了这身大圣金甲，手握如意金箍棒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没有退路。好的，那如果说你是喜欢这款游戏的观众，别忘了帮影片点个喜欢。还没订阅的观众，可以按下订阅，并且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的更新影片的动态喽。来吧，来吧，小弥勒把我们带到这个画中世界哦。他说有一位孙悟空的故人被他送到这里来，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是谁吧。这个沿路没有任何的小妖阻挠我们哦，非常的棒。哦，看到看到，前面有一座小庙，我们先拜一下。先拜一下，等等就要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了。那因为有非常多观众有建议我说要调整一下变身，对，那我们就换一下吧。说要把小黄龙换成碧城哦，就换成这颗石头啦，好像可以破他的防，也可以触发一些对话，对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哦对，然后就有观众留言问说，为什么我好像都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啊，或者是 boss 在哪里。我只能说就是因为我都会回观众留言嘛，但是有些观众呢可能就很急于分享，就把后面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东西就跟我说了，包含剧情。我当然会尽可能回避掉说可能关于结局啊，或者是要面对对手的一些资料啊，就是叫我看什么影片啊，或者说什么彩蛋啊，我都尽量不去看。可是还是没办法，有些东西真的很难回避，只能说大家看影片的习惯真的很不一样哦。好，那就来试试看吧，来打打看。到了到了，三上老，是不是找什么好酒？二郎神，千辛万苦寻到这里，想必不是来陪我解闷的。你心里一定有过不去的事，或者放不下的人。感觉都超强了，不好打哦。还有哮天犬。我也一样，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没得选，我也没有。有点帅哦，我定。来，芭蕉扇，去吧。来哦，打他，打他。破他的，破他的防。等一下，我累积一下。破了，破了，破了！再累积一条，再让我累积一条，不要打我，拜托！有了，我打！嘿嘿！呼呼，就这样。破！哎呦！快慢刀！我不过这刀。哇哟！哎，我变，有吗？有对话吗？有什么对话吗？没看到啊。风游浅水。哎，有哎。虎落平阳。我撞你。
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。神通不够，再不来呀来呀！寻到此地，让我见见。嘿，你想接他一波？哎，可是我的耐力不足哎。这条路，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。虎落平阳，我上。没办法撑太久，没办法打太多架。你也想做英雄？哎呀，哎呀，被怀了。我定，哎，哦呦，他把我定返回去哎。哇塞，哇，他的是快慢刀，真的要抓一下他的时机。残云。哇，神通不够，再不上天，哇，超不住。喂，破！哎呦，破了！开！什么机开？开怎么开？小猴子，你果然有几分他的影子。啊，斧头！如此，快闪哦！哎呦，啊对了，哎都定不到他，呀，啊哈哈哈哈，讨厌，气死！你看他的那个防又满了，云山苗。怎么还有剑呢、啊？此番相见，是喜呀！既寻到此地，让我见你。破！破！我要破他的防。啊！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！这回合打不赢他，能打到半血，我觉得都偷笑了。哎呀呀！不愧是二郎神。我们再来挑战一次，刚才前面有稍微试试水温了，这一次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来喽来喽，二郎真君，我等一下一上去逮到机会我就要放芭蕉扇。不过他好像会有那种切换的状态，就是他会拿斧头起来，所以要大概稍微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要放。上把芭蕉扇，应该吹得到他吧？哎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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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蓄个气，破他的防，破他的防，有了破了破了，呀，破啊，然后再定，打他打他，哎，等一下攻击，上一场差不多摸了他的招式七成吧，七成差不多，小心哦。喂，呼呼，我敲，耶嘿，哎呦，啊来了，他的房又满了，哎呦，狗狗，哎呀呀呀呀，呵呵呵，他的哮天犬有多真的是，嘿，会让我分清一下，哎，哎呀，喝一下喝一下，慢慢走慢慢走，嘿，过，我尽量先多打一点他的房。哎呦，还有这样！哈哈哈！哎，多扣一点，多扣一点！哇啊！太早了！呜！开！又是这一招！小猴子，你果然有几分他的影子。斧头又来啦！快闪啊！哎，对，哎呀，就只能继续努力敲了。刚刚想说打到一大段，对，哎呦，喂，哇呀，我喝了一半。你呀，和他比差一点。羞辱，直接把我抓起来丢。
哎呦，风起！喘一下，喘一下。嘿！哎呦！我变！你想接他一波？这条路。能趁这个时候休稍微休息一下。来，我们继续。他一波，他剩下最后一小段了。这啊，我们芭蕉扇也满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留着下一段再用。定你！呀！看我打爆你！哎，满了满了满了，先退一下。哇！吃我这一棍！啊！我们稳着稳着，一下一下敲。哎呦，又怎么了？猴子，真令我欢喜。当年，雷射雷射，腰台，刀砍斧剁，枪刺剑挥。哇哈哈哈！没闪到。如今，那就用自己换了你来。来呀！让我试试。哦，我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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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冲。呆呦！呼呼。嘿，有了有了，打半血，打半血了，已经追到上一回跟他打的时候的血量。哦呦！闪！哎呀，没闪到！啊，太慢按了！喂，从前种种，推一点，推一点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，呼呼，一如今日生。你拖地哦，小猴子！哎。让我看看，哇哇哇！你能走多远？你给我下来！啊哈哈，好痛！我跟你拼了！来吧，芭蕉扇，我再三！哎呀，把就交给芭蕉扇来破他防了。入屋穿云。哦哦哦哦！天星，可恶，我的芭蕉扇浪费了！啊哈哈哈！完蛋，完蛋！啊，喝一下。哎，我来，我吃个药，我吃个药。我吃一下，我忘记雷值药快捷键是哪一个了，我直接吃。哈哈哈！哎，哇，被他插到了！哇，一除。继寻到此地，加油啊！挡剑，破！小心小心，跟他拼了！会，来，直接劈他！喂，破！这。我撞！呀，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段可以打得赢他，加油！有了有了有了！别想走，我屁！呼呼！齐天，出什么事？对，谁也没胆子。我这天，你的大斧头挥不到我，喂，哎。利用这种地形，他当然挥不到你，蛮好笑的。长空万里，又来了，我挡山河。哎呦，闪！破！多打一点，等下我们再切换石头变身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变，我变，我变！嘿、hey, ，有的。风游浅水，浮落平阳。我慢慢消耗他的血，你可以破他的防。这番身满。啊！完蛋了，他还有一大段。脱身牢笼。哇！退退退退退！哎呦！哎！我现在没有水，所以我不能挨他几下。哇！打死你，二郎神！快了快了，哦，啊惨了，快快，啊，想闪没闪到，哇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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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关键，喝一下，哇又没闪到，不要急不要急，我们稳着，啊哈哈，稳住稳住，唯有自己，哎呦，
哇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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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撑不住啦！哎呀，有没有可以回血的？啊，有回满生命的，我跟你拼了！嘿嘿，满了满了！哎呀，我还有一口，我的九重火里面还有一口，但是应该打得赢他。哎，不要贪刀，不要贪刀，抓时机，抓时机！刚刚就是太贪了，芭蕉扇。快了快了，破大防破大防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呜呼！今日不够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哎，哪有这样的？还要让你回家休息的、哦？不管你，我追。出来了，猴子，你还没用过这一本法相吗？先与他们操练操练。所以这是跟二郎神的战斗第二阶段吗？来吧，来打四大天王，点他们！破！破！哦，我会回血，回。等一下，画面好乱，画面好乱。哇！哎呦！哇！我要给铜头铁臂。耶、yeah ！喂！哇！我帅哥这个状态血量是无限的吧？我还会回血。我现在就在看四大天王在秀他们的合体技。打爆你！这是怎样？这是怎样？哇，好大的一把伞啊！哎，有龙！哎呀！有了，解决一只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喂，错，错，哎呦，偷袭我！来呀、啊！错，错，错！
王哦。喂，哇，不要！我试试看放一下招式。哦，我的拳头变成冰属性了吗？剩下你了，别想走！呵，呵，呵！还有你啊，杨戬，准备好了吧？果真是个好猴子，既然帮你，便帮到底吧。你刚派出四大天王，这下子换我来好好跟你打。哦呦，哇，他眼睛还是会发雷射。点他！我当！呼呼！嚯！还是要闪他的攻击啊！哎，啊不对，太早放了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太早放铜头铁臂，没抓到时机。哎呦！我是敌不住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把人家抓起来啊？你没力了吗，二郎神？痛扁你！太钝了，与你斗还是这般费力奋斗。还有啊。来呀，看你有几把，我一把一把来打断。喂，哇，哇，这把是鞭呢。石头就得。哎呦，我的鞋。我的血快没了！呀，铜驼铁臂！哇！呀！哇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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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！我要回一个血，回一个血啊！呀！再来！打爆你！还有斧头，哇！哎、欸，其实这样打很累耶，打一打就觉得好久，好累哦。哇！什么？啊！啊！我的血，没血了，没血了。哦，我在回血。现在有十分向你了。他帮我回满了，他赋予我们新的属性呢。哇！他帮我们上 buff。喂，对吧？
能耐，只在此间。哎，报仇吧！挡不住，打你屁股，破！太帅了，这场战斗。这下子赢了吧。他的脸都肿起来了。杀掉他吗？哦，来，我听见人讲说这妖精应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，你怎么说出唯独往如来方便，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这老怪放怪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当何罪，什么小君子都请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，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哦，梅山七圣吗？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我才明白，一世名锁不住他，一道孤困不住他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
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哎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，未定之事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，好事，好事。我还是蛮喜欢小弥勒的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这一场真的是算是硬仗吧。哦耶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我准备回到花果山了。青琼，哦，变身吗？可以变成石原呢。好哦。哦，我还拿到三尖两刃枪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三尖两刃枪，攻击135，暴击6。哦，哇，二郎神他真的是把武器给我，他的伤害跟金箍棒一样，不过金箍棒有特殊效果啦。对，所以我还是带着金箍棒吧。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第一章的时候，我有在黑风山遇到一只猴子，它站在一个佛陀前面，然后靠近它的时候它就跑掉，然后我就捡到一颗色蕴嘛。对，那后来在其他关卡也有陆续遇到它跟捡到这些蕴石。对，那最后一颗呢，就是放在花果山的大石敢当这边。对，所以我就把大石敢当给打爆。那攻击弱点其实打会打蛮快的。对，然后接着就会再遇到当初那一只逃走的猴子。这段剧情我还蛮喜欢的。你直接拔哦！哎呀！哎，看到我们的。我真的蛮喜欢这一段的，就是他其实找这个五蕴石的用意是为了救回大圣嘛。对，然后直到找到这最后一颗，然后遇到了穿着大圣披挂的我们，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他一脸惊讶这样。他就把这颗找到五蕴石给了我们。可以感受到他真的非常的心满意足哦，因为他其实一心就是想要救回大圣嘛，然后看到我们就有一种大圣真的回来的那种感觉啊。差点忘了说，他就是通背猿猴。你这边又有写，他能访遍天下圣境宝刹，寻得五蕴之精，炼出五蕴之丹，或许就可以让那颗顽石感应再度通灵显圣，直到遇见了与猴王容貌一般无二的猴子。那他给我们的五蕴石呢，我们可以来找驱狗炼丹。虚之命，丹可成矣。妙哉妙哉，世间珍奇不过如此。有了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传说的五蕴丹了。它可以增加很多属性哦，可以看一下我的血量、法力跟气力都又多了一些。来吧，我们爬上山顶，来去找老猴子拿最后一样根器了。撤离，过来，快过来。这石头，以我老猪的见识，大抵就是大师兄化成的石卵。可我敲了敲，无甚反应。哎，你不妨再仔细查看一番。好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一颗石头。老猴来了。嗯，
来了，上船。啊，我说老侯，上了你这贼船，不会回不了头了吧？天下哪里不是贼船？不上我这艘，你以为就回得了头吗？这老侯身上也有这种神仙的那种彩带、缎带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他的记忆。真是不好走啊，这条路。那猴子打小就这样，见到好东西一定要拿到手，别人不给他就抢，这眼见便习、不择手段的臭毛病与黑熊金池又有何分别？小偷小摸要不得，学佛悟道就是大功德。哎，我看呢，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好一只泼猴，在地下成王成圣还不够，偏要跑到天上去讨个官儿做。可这天上没待几日，只因王母不请他赴宴，便怒发冲冠，恨不得把整个天宫都给拆了。哎，耳听即怒，恣意妄为，和那黄毛畜生一个德行，养不熟，养不熟啊！那时他还小，不懂事儿嘛，又没佛祖教，又没师傅带，你这老人家也忒小气，老揪住人家小时候的丑事儿不放。大了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他从那五指山下出来后，说是懂了礼数，收了心性，车迟裹着一包尿，就全露馅了。目无尊长，自封偶像，从来没把佛祖师父那些教诲放在心上。嗨，顽皮而已，天生本事大的人呢，骨子里都有那么点自恋，我也一样。比秀痴爱，目空一切，比起那黄眉小子的狂妄，我看也不遑多让。嚯，这不是那谁吗？叫什么夫人呢？弄得师父一怒之下把师兄赶回了老家。啊，白骨。哎，在白虎岭，他倒是狠心绝情，接连三次打碎过去的爱人，自以为从此不会再有牵挂。可你也明白，他心里根本没有放下，不然也不至于成了佛，仍要执意逃离灵山。舍长避死，多情易折。这一点他像你，还有你的那些个情人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永远是孽海青天的囚徒。别扯我，老朱是慧根不够，师兄自那次后情情爱爱的消停多了。哎，八戒，啊，仔细看看，这里很多你的好朋友。哎，酒肉一场，算不得朋友。酒肉朋友也是朋友。哼，你说是就是吧。这几个老兄弟似乎没得一个善终啊。是啊，古往今来的奇才异能之事何其之多，但真正成就不朽功业的寥寥无几，你们可知为何？世道不公。世道从来不公。
运气不好。运气只是强者的谦词。那只能是没我老朱英俊了。因为空有天赋，不思进取，小富即安，沉迷享乐。哎，想安逸又想名利，前面有一艘船。想快意江湖又想成佛做祖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身本多忧，怎可全求？牛魔王如此，孙悟空也如此。有天命的眷顾，更需有斩断私心凡念的觉悟。你可记好了。啊，老侯，这不能是师兄的回忆啊，你又弄鬼哄我们。哎，真的是我们呢。如今六根还缺一根，八戒，是哪一根？眼耳鼻舌身意。啊，意，是意。你方才看到了什么？我们仨。那就是最后一根。嗯，哦，我懂了，是你。我一早就猜疑，敢问你才是大师兄的意，难怪一路引导我们。不是我，是他。什么鬼话？你说他是大师兄？是也不是。我说你这个老胡子，都到这儿了还含含糊糊卖什么关子。大圣死后，六根中有五根存留下来，被几个妖王分去，唯独意没了。意为六根之首，是每个生命独一无二的本质。正因如此，它注定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陨灭。等等，你说大师兄死透了，活不回来了？你个老东西，一直在骗我们！你的大师兄绝无可能复生了，但他的根本并没有消失，天地也自会再生出一个合适的后辈，把那根本连同名号一起传下去。这天选的后辈，便是天命人。你原是无名之人，却在集齐六根的途中，斗了重重艰险，战了许多强者，淬炼出了足以配得上那份力量的刚强意志。你是说，让这小猴子顶替我师兄？他配吗？孙悟空早就死了。八戒，你心里明白，你那师兄从来没那么圆满。孙悟空既已不在，当接过这名号的人，或者是他。到了。后面我们不便再送，你需独自过去。孙悟空死后留下了一具六根全无的残破苦衬，纵然多年过去，那残躯仍有天然灵性，能感应自己生前的气息。你若真是天命所归，便去亲手将这具不生不灭、无魂无魄的僵尸除去，从此六根合一，稀有重续。不成不成，他衣裳木木出出的，我不放心，我同他一起去。这个地方本就是悟空死后残留的执念所化，这返本还原的最后一关，只有靠他自己。你我帮不上忙，
不信，你看，小猴子，好侄子，打不过就跑。悟空的名头，咱不要也罢。试试看吧，没事怎么知道呢？来吧。悟空，我定。乖乖的别动啊。呼，来破。哦呦，哦呼，哎呦呦，我还把我抓住，啊哈，我不是玩具啊。哦，我现在蓄气可以直接自己蓄到第四段耶，感觉还蛮猛的。我待定，来哦，自己蓄气蓄到第四段，不然直接只能蓄到第三段而已。哎，被他夺走了。喂，破破，你变石渊，我也来变石渊。破这这啊，破啊，超猛的，点他。哎，我有去行散气。破啊，哎，没了。哎呀，哇，什么东西，哇吼，差点被他挥到。来来来，哎，哇，哦哦哦哦，二阶段还来呀、啊？禁不住他吗？哇哇哇！什么东西？他爆掉哎、欸！哎呦！哇，还有这一套！让我续一下，让我续一下，他现在看不到我。来！好好猛哦，来，芭蕉扇交给你了，我现在把我可以放的都放出去看看。来哦，继续蓄气，再来，哇，好硬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来！吼吼！哇，铜头铁臂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我前面都把可以放可以丢都丢出去了，现在都没得放，一点法力都没用。没关系，我们用蓄气就可以了，累积满就过去贴它。来哟、哦，第四段，嘿嘿，来吧！哎呦，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，哈哈，他居然可以这样把我冰住！打！破！贪一点，贪一点！有了！呼呼，顺利呀、啊！呵，
我撑住结束了吗？还没，果然没这么容易。气势也太强了吧！捅不死，我信你！吓我一大跳！破！哎呦，我有安身法！哎呀呀呀！直接断我气！你出来啊！信你！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好帅！我可以多欣赏一下他的招式，他真的太帅了。来哦，哎，哎，太高太高，哎呀，哎，身外身法，哎呦，我身外身法被他打断。大圣，打你我还是得用法宝啊！哎，哎呀，哎呦！这才是真大圣的状态了吧？我知道怎么打，我没根气了。力量了，哎呀，哦，
哎呦！我好痛！哎，他定我！哦吼！哎，我要喝！啊，抢我的酒！我酒会扫吗？哎，没有这样的啦，喝人家酒。喂，哇，好帅！哎呀，我想要变石原，来不及啊！好帅哦，我要跟他多打几次啊！太帅太帅了！哇，可以跟自己的偶像这样打，我真的觉得超开心的。上一次让我打到这么兴奋的是银虎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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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帅了，好好玩！哇，被羞辱到爆，但是好爽哦！爷爷啊爷爷，我打！哎哎呦，没闪到。哇，好帅哦，太爽了。打假的！来吧，变成石原，来用靠石原打一下。哦呦，他稍微闪一下他的攻击。哇，哇，闪哦！哇哦，看他挥金箍棒，也真的是超帅的。我现在已经兴奋到想不到什么词可以去形容他了。哇哈！我的石原打没几招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哇呀呀呀呀！变身要结束了，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！哦啊，回来了！可恶！喂喂，我想按巨型战机就是按不到。喂喂喂，他在顺身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闪一下，因为他会。停留在他旁边的话会被攻击到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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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啊！用力打！有没有？哎，我撞。接着再来一下，不要走，爷爷！哦吼，有打到，有打到，刚刚好。快了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哦呦，哦哎呦，闪哦！哇哇哇！哇！你知道我都没有在练搓棍流，所以看到他玩搓棍，我也觉得好帅哦。这还是大圣该有的样子，我真的只是冒牌货。哦哦，好高哦！哎，芭蕉扇！哎呀呀呀呀，好吃好几招！哎，哇哈哈哈哈！惨了惨了惨了！哎呀，我觉得我等一下要吃药了。哎，这
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大圣，我可以吃这个吧？九转还魂丹，吃个药，吃个药。呀、yeah! ，有吃这个我就可以放心失误了。哦，因为他死掉之后他会再复活，我这种药就是要留在这个时候再吃。哎呀呀呀，没事没事，我有九转还魂丹，有用吗？让我还魂吧，拜托！哦，还魂，碎啦！哎，丢我！喂！驰援状态。喂！哥，喂！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变回来，我要变回来，变回原本样子来收尾。呀哈！哈哈哈哈！呼呼！这下子终于可以集齐六根了吧？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，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。从此留在了灵山，也有人说，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，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，但我要讲的故事，你们一定没有听过。结果还是栽在他头上。不会吧？最终我还是要戴上紧箍吗？